结合，现在正在看到的是拳皇十四这场日本 M 大师对战 ET 大表哥的对决，大表哥来挑战啊 ，M 大师来守擂，目前为止是2-4，大表哥领先2分。那么现在场面上，大表哥用的是带着黑色斗篷的啊，这个纳吉德中东女，阿吉德现在手上有一气，对方的血量被他折腾到还剩下3颗的血量了。比赛连开始，那现在他的气啊没有了，好，想压逆向，对方偷下盘青腿两段之后，大表哥远身战斗拳没打到，对方中弹开始确认 BC， 这套输出表哥能够顶得住，还行，没事，对方没有拳打到，那现在表哥想出来出不去吗？艾丽丝的生活非常强，他在等大表哥前跳，但大表哥没有前跳，那现在表哥下盘偷没偷到，哎，突进一下，这个蓄力招没有成功啊，就是今天晚上表哥第二次偷这招啊，但是都偷错了，都没有得到一个预期的效果。那现在场面上来说，大表哥啊，现在的局面是来自于拳皇。人气值上限11、12集团，每个加人气值12啊！大家有人气票的，大家可以上人气票，好吧？我们手动加人气，哈哈，手动加推荐。你们看一下你们礼物栏里面有没有人票啊？大家可以上人气票。啊，今天晚上对决是来自日本 M 大师对战 ET 大表哥的比赛。目前的对决是大表哥这边的话是东丈中间啊，海恩手底。今天晚上没有上大门，克拉克啊，台数都没上。感觉这东丈这把还能赢，我觉得。你看他的血量还是在一个多数啊。感觉一共五个灯牌的量不能啊。灯牌是你要刷灯牌才能亮，你刷别的礼物，你刷嘉年华那它也不亮。灯牌粉丝灯牌是你必须要刷粉丝灯牌才能亮，跟那个它必须好像就是要限定灯牌，你刷别的它不亮。送一个小心就亮了吗？啊？是吗？这就亮了？不对，不是应该刷灯牌亮吗？这就尴尬了啊！欢迎7298。哦，没问题。黄色小心，点击助力打榜有人气票。哦，是这样的吗？不懂啊，你们经常看那个什么？看那种 PK 主播是吧？八神又如何？来看看海恩组成的马化腾。哎呦，这个机会！不敢升级，啥不敢升啊？升级的话好几次了。呀，牛皮，给大表哥点个赞。好，恭喜大表哥又拿下了一币。那现在大表哥拿到第5个币了，海恩现在拿到了又一场比赛的胜利，拿到了5个币。对面 M 大师的压力越来越大，他只剩下13个币要打对面的22个币啊！我去，能赢吗？
今晚怎么不播酒吧啊？今晚为啥要播酒吧？傻子哥连胜五弟了。玩 Two Three 对战纳吉德。小孩会不会不用上场？好的，欢迎冰里的冰，晚上。基本擦点晕，擦点擦一脚都晕。哦，晕了。好的，赢了。直接取消超频垃圾这一波输出，感觉目前啊，小孩拿了10个币，大表哥已经拿了5个币了。如果说大表哥再拿下10个币，对吧？小孩再打3个币，今天晚上狩猎就成功了。不过天王主播基本都在播这个比赛吧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没有时间去看别的天王主播，我自己这边都顾不过来了，我也没空去看别人怎么播。很少去看啊，因为我在播的时候别人也在播，肯定啊，但是播什么我都不知道了。咱们来看本场比赛，咱们就看好自己的这个摊儿就行了，管别人干嘛呀，别人爱怎么播就怎么播就行了。这场对决来对 M 大是对战 ET 大表哥的对决，2-5，现在的场面上来说是大表哥领先对方3个币的优势，只是说纳德啊终于下去了，我反而期待他的东丈的一个演出。今天晚上这个东丈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好，上来就是一个跳入啊，哎，那是习惯性蹲防。看看死亡龙英雄打完之后打多少血啊，我去，6个的血量伤害，真的疼啊。为什么用东丈？小跳中腿，那现在简直打的 M 大师有点不要不要的了，什么情况？纳尼这就没有了，只能上大将八神，红毛八神。前方小旋风，你看这个东丈比97东丈如何，朋友们？你们觉得假盘失手了？三清腿直接 Q 的 BC 开启，八神现在是连不死东丈了，东丈还有机会。好，跳低，东丈抓一颗低头，现在这里还是想出一个特殊技，但是没有牵住，对方八神，哎呀啊啊！台湾好神龙，完了，这个神龙凹的害了大表哥没了。哎，那是拼了老命要把他东丈拿下来啊，这个家伙太凶了，打我一下半管血不见了。现在的场面上来说，来自于海恩大表哥。最后一个人，对面也是最后一个人了。武器海恩啊，四气啊，马上武器了。好了，武器来了。现在场面上来说，海恩是掌握了武器的优势，对方血的优势。咱把蛋点点小软。现在家里玩机器游戏的兄弟，点开直播间下方的小黄车啊，拍一下咱们的。一号连击啊，潘多拉有心啊，这里打出去冲了，恭喜大表哥，大表哥这里还有4颗气，先废掉1颗气，还有3气资源，哇，再取消顶点朝杀，漂亮，这招封印，兄弟，给了你机会，你不中用啊，来给大表哥点个赞，小伙伴们真帅啊。